斯拉野地中国达人秀，本节目由斯拉汽车、高性能纯正德系 SUV 液体野地独家冠名播出，由有姿色更出色思念玉汤圆联合赞助呈现。那一集又开始了。感谢节目指定产品赞助商三星电的大力支持，三星电子邀您为达人喝彩，为梦想助力。中国达人秀，它是要有一个水准在的。让我们在此一起高喊：暗调不精彩，准备好迎接我们中国达人秀的四位梦想观察员了吗？双料影帝刘烨，全能天后赵薇，偶像传奇苏有朋，综艺教父王伟忠，让我们邀请今晚的第一位达人，欢迎来到中国达人秀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各位梦想监察员啊，观察员，观察员们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们是 SH48。 你们是是要唱歌吗？唱一首很神奇的歌。那你今年几岁了？年龄是秘密哦。我懂了。你们这个组合就是你们两个人吗？你猜。猜不到。那么开始吧。好的。好吧，你们上来吧。哇、wow、哦！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期待吧。1, 2, 3, 4.
顶不了啊。哎，真的，我刚刚有一种我在看动画片的感觉。我的感觉啊，就是说你们有活力，但是就是说那个有点乱，老想找个焦点，老是瞄不准。SH40 总有一款适合您。那你们都那个毕业了吗？就是上学什么的？都在读书呢，这年头不读书是不行的。伟忠，我扔哥，你们为什么到达人秀来表演呢？什么梦想？就是希望把我们那种青春活泼、阳光四射的这种传递给现场的每位，而且传递给所有的人。你平常讲话就这样吗？还是啊？其实我是遗传我妈妈的。所以你没有跟大家比较类似的说话方式吗？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您不喜欢吗？我没有不喜欢。就是一开始不了解我的朋友都以为我是装的，然后可是熟悉了之后就知道这是真实的声音。嗯，谢谢你。那这样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程序在，就是说要表决。相信现在所有现场，尤其是刘烨，应该还有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宅男大叔大伯，应该都特别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让大家很开心了，我也感受到了。Yes。谢谢。各位。OK。Yes。谢谢。伟忠，我觉得大概表演仅此于此，然后还蛮多这样年轻人的表演。所以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 no。 谢谢。三个 yes 可以进入下一集。咱们国内像这样的团体我是第一次见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个鼓励。 yes。 恭喜你们得到了三个 yes， 你们可以进入下一集，再见。我最后讲一句，我不是因为是那个女孩子，是因为长得漂亮。是的，他就是这意思。哦，木浦小姐，谢谢。陈雷，别在那堵着姑娘们，不让他们走。突然间觉得工作好愉快啊。刘烨，你羡慕侧目啊。加油。嗯，再见。谢谢，辛苦，再见。我不是装的，我是真的。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，而且很有正能量。我觉得每天早上起来。